挺细的。你在干嘛？哦，六探消失了。啊，我在讲话，喂。哦，原来你出现了。然后我想说，你怎么无声无息？干，没有洗屏的我，太恐怖。压压难，什么时候有的砍人会吸血？是随机的吗？我不知道他那个效果要怎么判定出来，我也是随机的。外乡人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啊，是不能在这里。干，对面有一只枪手，好悲哀。为什么旁边有个像鬼一样的东西？应该就是。跟你长得很像的那一种。你是不是照到镜子啊？靠腰。你这角色妈就真的很像鬼。我真的好想背刺哦，我没办法背刺，不知道怎么背刺。对啊，我也不会，我都是用前面跟他互砍，而且这代不给盾，没理由人家有木盾，我们怎么就把烂枪？哎、欸，他刚刚不是有一只拿银火的物件？哦，哎、欸，这么远，哎、欸，好、哦。亚南，那你可以告诉我哪里有安全区域吗？不要。哦，这是干嘛？好恐怖。嗯，可以引他们给火烧啊、哦！原来是哦。嗯，哦，好像以前就可以了。下去不知道是哪里，下面一堆老鼠，我就是被那群老鼠咬死的。我来到了新的地区，哦，新的地下道，哎，对面一堆老鼠，但好恐怖，我好想要去找个记录点。嗯，拿枪了。拿枪的后面。哎、欸，哇，这么远！吓死我了！我一个。缓缓用走的都可以躲过他子弹，超好笑的。啊！里面有东西、啊，冷血路。哦，干，按下可以。让子弹加五啊，是吗？他好像那个好像是消耗血，就是生命，然后去让子弹升攻击力提升的样子吧？哦，我猜啦，因为我也看不懂。
我又没血瓶了，这到底是他妈哪里啊？弄得我心惊胆战，因为我现在身上超多东西的。乌鸦声怎么跟人一样？没有很痛，干。你是选喇叭枪吗？我选手枪哎、欸，干我要死了，他妈的！哎！怎么闪都闪不掉他的攻击。喇叭枪是散弹，要近距离。手枪好像就是因为天生伤害就稍微低了。哎、欸，这边不就是那个下水道吗？啊，干我死了！哎，哎，不要紧张。哎，这就是那个下水道的那个楼、啊、上、欸。啊，不是同一个地方。那边是不是有怪东西、啊？好险没开台，不然大家就呛我。不会啊，我也是开台，大家还是抢。枪屁啊、喔！干啊，就他妈今天才发售哦、喔。哦，其实没有啦，我根本就没在看到电池。我现在都他妈吓得要死。油缸。哎、欸，不过这代没办法捡魂，超亏的、欸。就是、那个怪物会不会杀到完啊？怪物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杀到完。那如果会杀到完，我就完了吗？我都已经杀四轮了、欸。应该我不知道呢。还是我应该杀一杀就把魂拿去学一学东西？有东西学吗？我不知道这次到底有没有东西学。我现在也是刚开始玩。重点是我觉得比较酷的是，哦，没事。哦，好恐怖，我完全不敢动，我完全不知道去自己该去哪里。超级楼梯。干你老师，一开始就跌下来，又快死掉了。你要慢慢摸。那我看就从那个跌下来了，跟智障一样。我们可以往下走。那我到底有没有走错、啊？我怎么总觉得我走很远？是因为战斗关系让我觉得这个距离很远的吗？哇，超级吸血，好恐怖！哦，无限回廊，哎，没盾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什么时候有东西冲过来。这是哪里？因为我看到看起来像鹿的地方，怪地方。我想用汽油弹打他们，不知道怎么装备。汽油弹你就按那个、啊、option 最下面快速使用武品。干扎小了，这边是怎样？好恐怖、哦！完全不敢前进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换那个东西？什么换？怎么换那个道具变成我要的？下。那按框使用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干惊死人哦！现在到底是干嘛？好恐怖、哦！好烂哦！干啥小孩不敢前进，你太恐怖了吧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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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干，
是哪里呀、啊？快洗血啊，不然我要死了，妈的！哦，你们可以爬上去。哦，爬下去就是那个下水道这个位置。哦，那边一堆尸体，感觉超恐怖了。应该没有怪东西吧？哇、哦，干天哪、啊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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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！啊！哦，还好还好，我跑得快。哦，是一堆诅咒亡灵，我先死。Away, away！ 啊！干你哪！我都忘记那边会有一只跳出来砍我，每次都忘记。哦，我来到了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哦，那个是那个乌鸦啦。狂人的知识，得到了一个怪东西。那啥小？哎哎哎！大锤怪，干，怎么之前没看过这只？哦，干，他拿的比之前都还大根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嘿嘿嘿嘿嘿，怎样啦？哎呀，别切切，别切，嘿嘿嘿嘿，跳探狗。这只哎，真是何等邪杀小！干，救命啊！Divisive for give it to my Divisive for give it to my Oh, VZ to my I say V for I say I did 靠腰，我又死了啊！没关系啊，不小心按到三角形，三角形，我没有水了，按到三角形。滚不走了。嗯，这啪！哇，一个捅屁眼呢！你还没死过，你好威哦！但因为我是力战的勇士，我知道哪边会出现一个剪人。干，我也知道，可是我还是死了。没关系，你还不算力战的勇士，你是出战的勇士。打屁股！有某种装置开关。小音乐盒。哦，
接到一个奇怪的小任务，超大的红色别针。哦，开了个地图。吱吱，我开了一个门，地上一堆死掉的东西。看来这边是，在这里哦。找到新的路了。我又开通了一条新的道路，回到这儿，不错 ，not bad。不过这边麻烦是下来就要先打一只大炮。老妈，快出来！为什么没事？前面这一段打好几百场都回家买血瓶好了我，因为我打前面打了十只都不掉，好烦。你说血瓶啊？对啊，你可以就在前面弄啊。你知道东西在哪边买的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决定先回那个猎人梦境看看。就猎人梦境旁边还会有一个那个。有一个那个小喷水池，那就是贩卖机。哦、好，我现在虽然我开通了一条路，可是我妈也不知道干嘛，好像也没有地方走，就只是很纯粹的开了一个路而已。我妈现在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干嘛，好恐怖、哦！干，回猎的梦境要读取一次，我不要回去了。对姜姜，要去杀姜姜好了。太贵了，一瓶一百多。一瓶一百八。不好意思。好意思。是亚南中部还是病房一楼？亚南中部。亚南中部，病房一楼就是你最开始那里。OK。哎呦，恶心死了！其实打一打会吸血，其实还蛮好的，还不错。可是因为不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会吸。有时候打盾牌兵，他挡住了，我也吸到。那么屌？对啊。Lucky。垃圾。垃圾。多只、啊，呕吐！哎，大哥彪，大哥彪，好，拖拖，从地面爬行，小江江都还在我接受范围。最恐怖的是那个尸体，有时候还会一直晃，然后你会以为它是活的。好，应该是清完。干你鸟屎！还飞着！哦，吓死我！原来是普通的小乌鸦。还有干你鸟屎！痛！哦。
看这个地图，这个地图太恐怖了吧！一堆妈坑坑洞洞的。哎呦，吓死我！死光了！电系，干！我的武器真的很强，是我太不会用了。不要紧张，这个只是一开始，你要慢慢熟悉。你要 feel my dick。哦，我终于找到前面。我感觉在这边就只是一个烂血石哎。哦，啊，干你！空的，开枪真的是击败人呢。我清了好大一圈啊！空的。他到底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他妈快吓死！我取回我的魂了。原来我之前是被这个鸡巴人干死了。找到了传奇鸡巴人。看我到底要去哪里？好恐怖哦！给个记录点好吗？真的好想要记录点，虽然也只能买血而已。哦，因为我现在身上一大堆东西，我想把它花掉。去哪里啊？这里干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跑、哦！这是哪里啊？有恐怖哎、欸！怎么都是子弹，我眼泪快流出来了。电梯。哦。开通一条路了。因为离我的记录点很近。很近。好，电梯通往这里。喂，干。喂，干，怎么有人？哦，那么一个大铁球哎、欸！我靠你们！哦，打两只飞狼那边走，到底有一根网，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。
两只黑狼那里走到底有一只王波浪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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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浪符。看，原来没有王啊！我去打王，七千多的魂，他妈打到现在要去打王。看啊，我被王八死不就射了？没关系，我被八死好多次了。干，看我现在身上七千魂呢、欸。其实用 OK 啊，我喷掉就差不多了。吓死我！哎、欸，啊、你怎么下去？哦哦哦！我这样之后就确实打通这一条路了。你很吵哎、欸！我没这样，在叫我卑鄙的外乡人。黑狼那里、喔、我去看一下。黑狼那里走到底、啊，所以我就跳过第一只王，他打到超后面的意思吗？我也不是故意要跳的、啊，我他妈还在找路。虽然我知道这边大概是哪里，可是有点迷路。哦，回到这里来。哎、欸，下水道那边，下水道怎样？离下一个记录点很远吗？下水道那边，你就是下水道出去之后，哦，你要先那个狼的后面会有一个房间可以进去，下到一楼出来门之后就会回到第一个记录点。干！我不想打那个锤头哥了。干！砖块哥。哦，那你就看能不能冲过去，因为记录点是同一个，只是开通而已，就你就不用绕一大圈回去了。锤头哥一直在敲那门，可以开吗？不行。来，一直有人在敲钟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打赢？打赢谁就会敲钟？那是怪吧？所以这边有一个网哦、喔，这是网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这是一般砖头怪而已。区区砖头怪，哦干！我要死了，死狗，死枪手，干！哦，不要扒我，不要扒我！我想回。